等阵，我哋会使用适度嘅武力出嚟嚟驱散。位置咧就係元朗頭啊，喺呢個元朗青山公路啊，即係大馬路口，就雞地近雞地嘅方向，即係距離後邊咧就係元朗西鐵站不遠處。咁而家防暴隊咧超過200人咧就係佔住咗大馬路，同埋亦都係攻咗上天橋嘅。天橋上邊咧亦都係大量嘅防暴隊喺度去守護一啲示威者。射咗催淚彈。
咗几枚催泪弹嘅。好全部都要低到啊，低到。打開你指出咧，現場嘅市民離開曬嘅啦，圍住你嘅都係記者嚟嘅啫，同埋幾位議員。希望你保持冷靜，唔好再開槍，呢度係住宅區。麻煩約開咗相關天府記者。